后仰。咁第二场比赛第二个比赛，第一场系由中国大陆嘅利物浦啦，系对阵住安省嘅选手Jeremy Hansen。Hansen 咁呢个姓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埃及嘅姓氏。Jeremy 是打得很非常灵活，对面对住比佢年龄比较大、身材比较高大的选手是毫不畏惧。咁呢球是一个移动上面的一个失误。移动如果太脚步如果太早的话，就被对手是将球打到一个非常之难受的位置。俗话讲狭路相逢勇者胜啦，咁 Jeremy 明显系比对手系更加勇敢咁使用佢技术，虽然有时候呢啲技术并唔系咁到位，但系只要敢于使用咧，喺比赛之中能够得到嘅锻炼亦都更加有效。接下来进行第三局的比赛， Jeremy 是依靠着他的更加好的心理状态，是已经取得了大约分两二比零领先了。第三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利物浦是很积极地进行主动的进攻，但是第一球依然是比较失误，但是这球是打相当靓了，是直接击穿对手，打到直线大空档。純熟金牛堡的畢竟一些剛出道的小球員呢，就可能會有想贏怕輸的想法。沒錯，一定要積極地進入進攻，能夠大胆主动地使用自己的不停训练中的技术。啊，这球好靓啦！啊，一个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时间差。咁除咗 Jeremy 刚才是能够在背后上击球啦，否则呢球是接不住的。利物浦呢名选手佢系越打 越主动啦。比分又系喳喳声咁上升。
小分6-2。正如剛才一次又一次咁提到啦，競技運動就係此消彼長嘅一個比賽，你讓對方就會強，你強嘅時候對方就會弱。係啦，非常好嘅比賽。但是這球是如果球證還是算比較寬鬆，並沒有判Jeremy 剛才這個黃牌，因為 Jeremy 是故意將球發向了旁邊。哇，這球是在放高球的時候頂到了，放到了海邊拍邊球。按翠利落咁，第三個比分係10-3。劉永遠記住係得意嘅時候唔可以忘形，得意嘅時候亦唔可以喪失鬥志。往往人們喺順境嘅時候就會喪失理智。逆境的時候會喪失鬥志，咁理智同鬥志之間都要分得清一個界限。
Thank you.